好，俺就给我老板当他的干。那那我大哥把他扣，第二家他更难了。哎。对，好，朱国亮一生精彩多才多艺，他曾经也透露过，他小时候曾经在左营的春秋阁布袋戏班待过半年呢。那么有时候可以看到他就拿起戏偶小露两手，不管说让戏偶跑跑步啊，还是后空翻，都难不倒他呢。这些画面现在都成了追忆，布袋戏师傅阿忠回忆起来满是感慨。哇，我这印象就深了。我做诸葛亮的一家亲君。你人生多多地，那时阵我咧看讲，迄红啊起啊了，那未歹。哦，原来就是朱大哥较早有一站伫布袋戏班。对。你刚刚有布袋戏哦。哎，我较早伫左营做春秋阁。哎。我较早囡仔时代有去学将半年。哎。所以未歹。所以无，所以你来看伊牙开，安那是正正。透露曾经在布袋戏班待过半年，令现场所有人惊讶不已。诸葛亮现场还小露两手。哎、欸，我看你带我来布袋戏班，你看一样。好厉害哟、哦！看来你要看到变，哎，当场大秀布袋戏招式，救场天王不只会操弄布袋戏偶，还是一旁阿忠师父表演的灵感来源。台湾的歌听少有个赞，七彩灯光无啊无半粒。爱坏营养吗？没有。手中的布袋戏偶背景就是以诸葛亮个性来打造。朱大哥的也开海啊。哦，雷去演这个角色了，所以朱大哥这个角色也很喜欢呢、啊。你嘛糖尿病，我嘛糖尿病，但是你看我这卖有无六十几岁啊，我骨这么平，是无？哦，你才四三，哎，我那时候三十几，你才三十几呢，是无？你好好啊表演，把你的欢乐带给大家，是无？哦，带给大家欢乐。你有后摆无？有做国宝的机会。学诸葛亮口吻亲切问候，尽管当时诸葛亮自己已经生病，但仍旧不忘鼓励别人。一代天王心中满是温情，让曾上过节目的阿忠师父回忆起来，尽是无限感慨。在桃园综合报道。